说只要把它改成只能拆三次的话，那很简单。坏一漫画怎么样？把它注解掉。后面的话呢，一样打一个 for i in range 哦，这个 range 的后面的话呢，你就打一个刮胡哦，就不用打零逗点三，你就打个三就可以了。OK， 好、哦，然后冒号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它就可以怎么帮你？其实我刚试了一下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如果说最多只能拆三次，它就是什么？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它就停下来了。但是问题哈、哦，有没有？它就跑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三次停下来，这其实也 OK， 只是感觉好像哎停下来了。然后呢，它没有一个讯息提示，有没有？比如说啊，你答错了，就跟他讲说你只能拆三次。然后最好跟他讲说啊，答案是多少啊？答案应该是多少？可以跟他讲一下。所以如果说你要做一个互动的话哦，最后呢，当然跟刚刚那一题一样，你可以在这个 if 上面再加一个 if i 怎么了？它等于2的时候，最后一次了。and 什么呢？而且哈、哦，你没有答对。那如果没有答对的话，你可以把 m 等于。把它拿来改就好，变成 m 不等于哦，不等于 mr 的话哦，加一个冒号 ，enter 一下，然后记得呢，在这个 if 前面加一个 l if 哦，最多一个逻辑化，然后 print 的话呢哈、哦，就跟他讲说，哎，只能够哈、哦，这边的话呢，跟他讲说啊，你这边只能够拆三次。然后正确答案为哦，所以这边正确答案哦冒号，然后呢就把什么呢？把那个 MR 哦 MR 里面的 MR 里面资料加进来。不过我建议刚刚那个逗点啊，逗点 MR 就可以，你就不用再转型了哈、哦，不然的话你可能后面那个 MR 它过来的话会是一个整数哦。那我们这样的话这些可以得到最后结果，比如拆。再三次看看，刚刚是直接就答错就没有了。那如果今天哈一次、两次、三次的话 ，enter 哦，它应该会抓到的第三次嘛，而且没有答对，哦，然后就秀这个，哦，看一下答案 O 不 OK？enter， 哦，有没有跳到这边？只能够拆三次哦，然后正确答案为11 OK， 哎，这样的话呢哈，相较之下哈那个。会比较那个逻辑部分会比较完整、啊、不然的话你突然一跳没有了，虽然也是符合我们要的这样的结果了，但是感觉好像有点没有结果，没有尾巴的那种感觉哦。所以，但是最重要就是说你要必须要哦，第一个把什么呢？跟刚刚讲过哈、哦，一样就把画一冒号改成一个范围，第二个的话就多一个逻辑叙述。哦，然后把这边结果给 print 出来，来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哈、哦。所以其实哈、哦，这几道题目了哈、哦，主要是比较灵活的，再把那个while 回圈哦跟 for 回圈两者间做一个比较。那你会发现哦，如果有一些地方哦，就是你不知道次数，你刚刚 while 一冒号，哎，非常简单。哦，你就是，所以while一冒号真的是万用的。以后的话，反正不管你就是一直猜，猜到对为止，就while一冒号。或者是说，你今天希望哈、哦，让那个装置一直判断，不断判断的话，那你就一直while一冒号，一直判断，一直判断，判断到对为止，那你就打一个while一冒号啊。记得哦，一定要在对的那个地方加一个 break， 这样就 OK 了。那你就让电脑一直跑就可以了。或者是说呢？嗯，你要让它一直去监控什么东西，那你就画一冒号 ，OK， 好，然后如果就不要让它停下来，哦，啊，或者是说呢，哈、哦，可以在里面加一个时间限制，比如一段时间跑一下，一段时间跑一下，一段时间跑，也可以哈、哦，再加一个叙述时间的部分，那它就会一段时间去做一下，一段时间做一下。那我是觉得用程式来处理事情的好处是说哈。哦因为你只要交给电脑或交给那个机器，它有个好处啦，它不用像人一样会要需要睡觉嘛，有没有？反正你就画一冒号，哎，赶快去帮我一直不断去检查什么资料，比如说你是做金融方面，就是哎，帮我去随时检查国外的哪些股市哦，那你就去追踪哦，哪些
股市，你就帮我去爬资料，然后你就设一个指标，有些指标出现之后的话，你就告诉我就好了，有没有？你可以随时追踪数量不定，哦，厉害的话你可以追踪5000、5万、50万都可以啦，反正全球只要有网页的地方，你就去监控，啊，道理原理原理都一样，也就是说你以前需要大量人力去监控的哦，你现在就不用了，你就是这个写好之后呢，让他随时抓资料，然后你只要去做逻辑判断。当某一个你自己有一套公式指标出现的时候，哦，你就知道，哎，这个买点或卖点出现了，哦，那你就可以做什么样的处置，哎，其实可以赚一些汇差。其实也是，现在听一个学生讲，他就做这些事，他光做这些事情，他就很轻松赚嘛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对不对哈？但前提就是他要懂这个技术啦。OK 啊，就可以怎么样？没有时差问题。也不用休息嘛，机器你又干嘛休息？你就给它开着就好了。而且现在很多机器不一定是 PC 啊，现在有 NAS 啊，上面也可以装 Python 嘛。像我家里就有 NAS 啊，那个开着，而且那种 NAS 优点是哦，哎，真的还不错，很稳定。几乎我大概10年都没有关机，里面只有灰尘比较多一点，而且很耐用哦，再来很省电的。我家也没有，而且没有什么声音，就放着。它就一直 work 了，而且上面可以架站哦。像我自己有一个网站，就是用那个 NAS 架的，就是那个什么了，你们 Google 那个吴老师有没有？有一个吴老师教学论坛，用 NAS 架的，已经架了差不多10年了，哎，很稳定哦，放在那边都不用什么啊管啊，上面你也可以写 Python 的程式啊，也可以写 Java 程式啊，也都没有问题哦，所以。像类似这种应用实在太广泛了，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哦，不妨可以哦多稍微了解一下哈、哦。那请各位把那个刚刚这一题哦，就是把无穷回圈啊、哦，没有次数线 while 回圈啊、哦，改成 for 回圈啊、哦，试一下哈、哦。